典 NBA 23-24 赛季中低薪高能的球员们。第三位，丹特·迪文琴佐。身为一名在 NCAA 征战三年两度夺得总冠军的球员，迪文琴佐自进入联盟以来都是球队当中最重要的轮换球员之一，能突能投，防守同样在线，甚至让他控球也不成问题。能飞善跳，体能充沛的他能够配合球队在角色上完成转换。迪文优点很多，缺点也同样存在，虽说他在很多方面都有一手，但都称不上精通，投篮也不算稳定。不过这些缺陷在近两个赛季都得到了改善。迪文在跟随雄鹿夺冠后，合约即将到期的他，由于球队薪资空间紧张，雄鹿无法跟上迪文的报价，在这种情况下将他送走。然而在来到国王后，迪文过得并不开心。上赛季加盟勇士追逐冠军，在上年夏天，迪文与尼克斯签下了一份4年5000万的合约，与原本就在尼克斯的哈特和布伦森组队，曾经在维拉诺瓦大学夺冠阵容，在大苹果城再聚首。迪文也在用人相对保守的西伯杜手下得到重用，上场时间随着赛季的推进而不断上涨。本赛季的迪文不仅三分命中率创下生涯新高，场均得分也同样是生涯新高。本赛季1090万的薪资绝对是性价比极高。第四位，尼古拉斯·克拉克斯顿。结束新秀合约的赵四原本能够选择签下一份大合约，但他却选择以2年1700万与篮网续约。他的本意是想要打出成绩，并在未来签下一份更大的合约。回过头来看看这份合同，克拉克斯顿进步很大，从场均9分6篮板1封盖的替补成长到了场均12分10篮板2封盖。而且职业生涯前三年，赛季上场不到50场的他，在近两年出战都超过了70场。虽说他没有投篮能力，再加上身形有些单薄，让他在进攻端就只能的简单的吃饼，但他却有着出色的移动速度，再加上2米11的身高，2米2的臂展，让他能够在防守端迅速的进行协防，是一位非常适合小球时代的中锋。今年合同到期的赵四表达了自己想要加入一支能够闯入季后赛的球队，同时随着他的个人表现不断增长，薪资也会有不小的提升。盘点 NBA 23-24 赛季中低薪高能的球员们，第五位，格雷森·阿伦。2022赛季结束后，雄鹿与阿伦签下了一份2年1800万的合约。阿伦连续两个赛季都交出了远超预期的表现，太阳在本赛季组成了以布克、杜兰特和比尔为首的三巨头阵容。在比尔不断受伤病困扰的情况下，阿伦的表现就显得至关重要，而他也的确交出了出色的表现，场均13.5分3.3篮板3.9助攻，所有数据均为生涯之最。与此同时，他的效率也十分惊人，场均出手数是仅次于三巨头的9.1次，投篮命中率高达49.9%，三分命中率更是足有46.1%。本赛季联盟打出亮眼表现的阿伦，也让不少球迷戏称阿伦才是太阳真正的巨头之一。在常规赛结束后，太阳也马上和阿伦达成了协议，阿伦以4年7000万的合约留在了太阳。身为一名多功能、能攻能守，同时也能够和球星搭配，也刚刚打出生涯年的球员来说，就算今年领的是新合约，就阿伦的表现来说，已经是低薪高能。第六位，拉塞尔·威斯布鲁克。与上面几位年轻球员不同，威少在离开雷霆之后，除了在奇才外，无论是在火箭亦或是湖人，他都成为了球队没能拿下预期成绩的借口，也被很多球迷视为球队毒瘤。而当威少加盟快船后，他终于找回了曾经打球的乐趣，再也没有人因为球队的战绩不佳的问题而将锅甩到威少头上。结束了去年高达4600万的合约后，威少和快船签下了一份2年800万的合约。其实以他的能力和身手，绝对有大把的球队愿意给予他更高的合约，但在快船认可自己，同时也是家乡球队的地方打球，想必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儿吧。在快船交易来哈登后，威少全身心地投入到替补的角色，只要上场，威少就会带领替补们冲锋陷阵。本赛季的威少场均能够砍下11.1分5篮板4.5助攻，虽然得分来到了生涯最低点，但他为球队所带来的能量及正面效益是远大于这些数值的。好了，上面这6位球员便是23-24赛季低薪高能、表现物超所值的球员们，你们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欢迎留言讨论。我是四分卫，关注我，持续带给大家更多关于篮球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见。